但是如果我不够幸运的话，你能替我告诉他我不能。有人来接你吗？我可以送你啊。不用了，梁晨来接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will be passing through turbulent air. For your safety, please remain seated and fasten your seatbelt. Thank you.第七八五幺出什么事了？飞机遇到强气流，雷达检测不到。走，我们赶紧去看看什么情况。那什么情况啊？都晚了半个小时了。这飞机怎么还不到啊？都那么久啊！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没事。但是，如果我不够幸运的话，你能替我告诉他，我不能。这件事情一定要你亲口跟他说。
站在舞台上，轻轻的歌唱，歌声点亮了。原本我想在家人的见证之下，望着陌生的熟悉的脸庞，满眼都是漂浮的荧光。但我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要不是我等不起了，情歌唱得太猖狂，偷偷掠过你目光，风轻拂过你的衣裳，念念不忘。姚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你的情郎融化心底的倔强，温暖手掌，给我安心的。